看来味道不错啊，吃得这么干净，不知道杨超越会不会喜欢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闽南传统小吃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清洗干净的海蛎，加入蒜苗，还有屏幕上的调料抓匀，记得不要太用力哦。我觉得两个人互相喜欢，就是他喜欢吃，我喜欢做。等到两面都煎至焦黄，打三个鸡蛋，沿着锅边倒下去。我家乡的味道海蛎煎就做好啦。我比较喜欢吃番茄酱，他比较喜欢吃辣椒酱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